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是我们的 Mac Value UP880 电容式麦克风。那跟我们配合的是客主式传奇版。那我们呢已经把这个客主式传奇版的面板呢设置在这个效果总的第四。那效果强度呢我们用第六。那效果的音量呢我们用这个第十一啊。那上格模式之下呢我们来使用。那我们使用一般电脑常见的 Media Player 播放器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这个可以把这个播放器的左声道关闭啊，剩下右声道。这样呢，如果是 KTV 的歌曲的话，就可以这个去掉人声，留下伴奏。那现在呢，我们就为大家做个简单的示范。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是漂流，有来只有闲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简单的示范。那详细的使用办法和购买方式呢，还请大家参照网络空天空上的说明。谢谢各位。